把准备工作做好，马上就要给他们合棚了。各自的餐具今天呢全部洗刷了一遍，现在呢就给他们做杀毒的处理。那么我使用的产品呢是朱砂菌毒威啊，这款杀毒剂呢它无毒无味啊，可以对鸽棚、食槽、水壶进行喷雾或者浸泡消毒。今天呢我就给他们来个呢浸泡处理啊。浸泡处理的用法是一拼勺兑三公斤的水，这款产品啊不但可以用于鸽具消毒，还可以用于呢这个配对笼的消毒以及草窝的消毒啊，就直接的喷就行了，直接的喷洒啊，鸽子在里面也没关系的，就这样喷啊没关系的，可以带鸽消毒的，不需要把鸽子赶到棚外的啊，这样消毒很方便的。喜欢的老铁啊可以点击下单。